还在吵着要减肥吗？这三类女生越瘦越丑。第一类，看脸型，方形脸、菱形脸，脸颊太瘦会凹陷，显老显刻薄，脸颊有肉饱满幼态显年轻。第二类，看五官，嘴巴凸，眼窝凹，太瘦会眼窝深陷，凸嘴加重，老气横秋不好看，脸上有肉五官立体更好看。第三类，看风格，甜酷风、清冷风，肉肉太多太敦实，纤细苗条更显气质，甜美风、纯欲风，太瘦显老气，身材有肉更显清纯可爱，你属于哪种呢？别人都是巴掌瓜子脸，怎么我变成了国字脸？这三个坏习惯会让你的脸越来越方。一，爱嚼口香糖或者坚硬的食物，咬肌变得越来越大，久而久之吃成了国字脸。二，习惯口呼吸，会下巴后缩，下颌线消失，渐渐挤出双下巴，变成大饼脸。三，随着年龄增长而发腮，发腮是年龄增长，脸上的肉肉下垂造成的。出抗老安排上，经常做面部提拉运动，做回精致小妹脸。你学会了吗？